愿意嫁给我吗？警告一下大家，这不是愚人节玩笑哦。郝邵文求婚成功娶中国化妆师杨小黎，边祝福边澄清没在一起过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32岁影星郝邵文愚人节不愚人，在4月1日宣布自己求婚成功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好几天不见了。阿文最近都在忙一件事情，今天阿文的小超市也不开业，也不直播，因为我要结婚啦！哎，昨天呢，我已经求婚成功了，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有家的男人，要开始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不过，幸福快乐归幸福快乐，该干的活还得干。明天呢，小超市就要开始营业喽！警告一下大家，这不是愚人节玩笑哦。影片最后还写下，我想把世界上所有的爱都给你。他开心发文，我昨天求婚成功啦，以后也是有家的男人了，我们会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还顺便宣誓主权，都不准欺负我老婆。也表示新娘跟大家一样，都是努力的普通人，希望外界不要过多打扰。郝邵文经纪人第一时间还以为是假消息啊，看来是被骗怕了。经纪人表示，郝邵文准太太林明瑞是一名中国化妆师，2年前因电影结缘，当时不知两人有联系，但同时也否认奉旨成婚。今年情人节你要怎么过？啊，小编翻出2年前情人节他发的抖音，穿上你漂亮的衣服，换上你可爱的笑容，但别忘了你还没有交到女朋友。这不知道是不是烟雾弹，还是那个时候还没追到，来比对一下。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声音。过去在狗蛋大兵和他饰演荧幕小情侣的小岁杨小黎，也祝福狗蛋找到幸福。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照顾人的男生，祝福他，也恭喜他摆脱杨小黎，也顺便澄清两人真的没在一起过。异性缘，我不太好意思讲，有啦有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